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用姐他妈妈，今天用鲅鱼包个水饺啊，把鱼头嘎一下来，人头去尾，破一破草脱皮，给它从那个油盆里吃，多多不多不多，都这种嚼碎，刮好的鱼肉放进盆里。放到肉馅一起，肉和猪肉馅里倒点料酒，给生味儿。搁上些盐，搁上点味精、蚝油，再搁上点白糖，放点香油、花生油，放点花椒面，味道提升。搁点豆面酱，搅拌。太硬了不好吃，再倒上点水，倒点水搅好几遍。这鱼肉哈，就是点儿咸盐，它就凝固就发硬，你必须得嚼的溜圆儿，你们看。这咸盐，这么嚼的，哎呦，这累着把这哈。第二次倒水，嚼不动这么多，挺沉的，溜太溜了，就得另倒水。你看，嚼到这边就行了，油菜还有水分哈，太小了，一包包一包包包出饺子来，切切我也得皮儿厚，吃饺就得挂吃个摊上，吃这的韭菜吃到末，吃好的韭菜。放到馅儿上面，搁上点油就顶配了。这一手搁上点咸盐，油拌油拌，搁点油不少的，油拌就油了。这是块面，洗好了面，油一油，照看那海呀，搓成长条，打成大勺给鱼的汁儿。按边儿，擀成饺子皮儿，把馅儿放到饺子皮儿上，包成面包饺子。用咱的一个油红锅底，饺子包好了，得下锅了。我怕油乱，水开了，下饺子。轻轻用铲子，哎，我就要过去。你是大火烧的好啊，这鱼片是不是？加上点凉水，再多看点就好了。点两遍水，饺子肚子都鼓起来就熟了，稍微冷。三超市哈，又去买。玩什么了？买点气泡胶。爸爸，我还了。就买了这还是果丝儿贵了，这还是饺子吃果儿啊，够了吧？够了。哎，买点吃饺子。嗯。你干嘛鱼来吃？没事哈。三嫩多汁儿，一包汤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味儿不错，我能吃这么两碗。有妈妈就是幸福。我老爸老妈一个86，一个84的，身体倍儿棒，老健康。祝我老爸老妈长命百岁。悠悠，姥姥包的饺子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大点声音，鲜不鲜？鲜。吃饺子。来，你的碗。给你了。哎呀，鲁鱼。嗯。味道怎么样？这是咱俩喊什么哈？好吃。十一楼又想说。比妈妈包的怎么样？比妈妈包的还好吃。对呀。请大家关注。我小姨奶奶乡村荣姐，谢谢大家。你说什么？我一口咬两个饺子。加音儿，来，快！你家里真他妈热干什么？你也不行。宝贝儿，你们两个在玩什么呀？我在玩起泡胶，起泡胶。叫小姨奶奶呗。起泡胶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是拉面啊？不是你，你就是拉伸它，然后你拉完之后它就会响。哎，中过了！来呀呀，姐姐会玩，你会玩吗？会。那你玩个给姨奶奶看看呗，玩姨奶奶得看着呢。搭个帐篷。哎，弄得慢手是？哎呀，快掉掉！我呀呀呀，快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我的天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玩的那么是清楚了。